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五面，经文第五行。我们把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一段经文是讲的居处，也是属于依报，读了这段经文，这是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众生生活的状况。这几天我也接见了一些同学，多数都是从中国从外地来的，彼此深深感到业习很重，生活的非常辛苦，无论是修道或者是世间的事业，障缘很多。这是什么原因？今天上午我们在净宗学会讲了一个小时，时间虽然不长，所说的话很重要。这一个小时的重点无非是勉励我们同学要有智慧，要懂得转变，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无则同如来。这个地方所讲的如来不一定是讲究竟的佛果，般若经上凡是讲佛是从相上说的，讲如来呢都从性上说的。那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则同如来就是同明心见性的人，明心见性的人呢都可以称之为如来。那我们晓得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以上都可以称为如来。那么这样标准呢就不太高了。虽然不太高，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最少要破一品。换一句话说，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他们能转境界，不为境界所转。这个话初学佛的人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讲呢，
大家就容易懂。啊，凡是能转变的人，他不受环境的影响，啊，就是不为环境所转，他能转环境，啊，也就是说，他会影响环境，而不被环境影响，这个人就等于如来了。我们学佛要学这个本事啊。从什么地方学起呢？不能从外面啊，从外面呢，你永远不会有成就啊。啊，要从自己的内心啊，这个里头的道理一定要懂，因为宇宙啊，连这个虚空都是心变现的。心造的 啊，华严经上有两句偈，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这两句话那个威神不可思议，能破地狱啊！你说这个威力多大什么人念这两句话能破地狱？我们念行不行呢？不行，我们念破不了地狱啊。有人念的时候行，真能破地狱。什么人呢？入境界的人啊，这一点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啊。什么叫入境界呢？做到啊。说到做到啊，他就行；说到做不到，没有用啊！啊，你说这部经展开了，你懂得多少？你为什么不懂？啊，理由很简单，你没做到嘛！啊，果然做到了，这个经里的意思就通达了，就明了了。一经通，一切尽通，这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世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们学的这个入门的，我们讲小部经啊，啊，摄善业道经。摄善业道是佛门，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共同科目，啊，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也都从这部经上圆满。啊，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十宗不离十善业道，十是初发心。我们今天开始啊，初发心学佛，宗是达到如来究竟的果位啊。这个时间是无量劫，没有一天离开十善业道啊，不但是没有一天。再给你说真话，没有一念离开十善业道。所以我们看到佛的造像啊、画像啊，这个说的像没有做出，没有把这个表法做出来，画的像有啊，我们看到很多画像。这个佛头上有一个圆光啊，我们下面那人有个圆光，但是圆光上面有三个字他没做出来啊。这个画的佛像啊，我们能看到那三个字有梵文写的，也有用藏文写的，也有用中文写的，那都没关系啊。
它的音呢完全相同，嗡啊吽。啊，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善护三业。啊，嗡是身业，啊是口业，吽是意业，就是十善业道啊，身三口四意三。啊，身真正做到不杀生，连杀生就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你才真的做到啊！不偷盗，啊，决定没有一丝毫想占别人的便宜，啊，有一念想占别人便宜啊，这是盗心呐、啊！你偷盗的心没断呐、啊。啊，不淫欲，啊，这是身业；口业不妄语，不两舌，啊，两舌是挑拨是非；不绮语，不恶口，意业是不贪、不嗔、不痴。你得做到，你果然做到了，那个十善业道经到你面前，你来宣讲啊。就跟一切诸佛来讲没两样啊！我们今天怎么讲也不像啊！什么原因呢？没做到嘛？没有做到，你怎么会懂啊？啊，真正懂啊，是做到。十善业道经如是。一切经无疑不如是啊！无量寿经，我们有没有得无量寿三昧啊？能不能契入这个经教？入这个经教呢？那你这个经就活了啊！为什么自己境界嘛？啊，弥陀的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境界。我现在身虽然没有到极乐世界，心已经契入了，心心相印了，所以才能够体会得到，能体会得到啊。你当然就能够说得出来啊，这个世界苦，你现在能体会到苦，这个很难得了，这个不容易啊！啊，知道这个世界苦了，你读往生经。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经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五经一论。五经一论总称叫往生经啊。我相信你能够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论。啊，我们今天所感受一切苦，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没有啊。啊，那活在这个地方，现前应该怎么做？应该把这个世间放下，不要再执着了。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不但苦乐不可得，连生死都不可得啊！所以一定要放下。放下之后啊，
一心一意，依靠经论，依靠阿弥陀佛，依靠四十八愿，决定求生净土。那么经上所说的，那都是我们来日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幕后一段，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这是讲你居住的房舍。你喜欢在空中就空中，喜欢在平地就平地。真的是称心如意，随念变化。都是自自然然，没有一丝毫造作，也没有一丝毫作为。黄念祖居士在注解里面引用五经的《无量寿经》五种语言译本里面的经文，诸位都可以看看，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啊，让我们了解西方极乐世界那一边居住众生啊，他们生活自在啊。没有一样不是随念而生，啊，宫殿大小，随心所欲；宫殿多寡也是随心所欲。啊，可是这个世间呢，偏偏有一等人，像我在香港讲经，啊，就有一个老同学了。学了不少年了，有人问他要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说不去。你说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人太多了，比香港还多。这十方世界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西方世界挤不下了，没有空间了。啊，因为什么？他在香港居住，知道香港居住环境困难，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人，那居住地方一定都很小，啊，这是什么？这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在用词啊！啊，他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啊，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世界叫法相图啊，法相图跟法性图有没有分别呢？给你说真的没有分别，但是说假的呢就有分别啊。分别从哪？分别是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吧？啊，只要一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能变化了。就受业力主宰了，力妄想分别执着，说老实话，法性土也能够随意变化。随变化里面，你就要知道，法性没有大小，法性没有先后，法性没有远近，所以叫一真法界。他不懂这个道理啊。
没有念过《华严经》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佛说业微尘，这个微尘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极微之微啊，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界微之微呀，也叫灵虚尘，它不能分，它分就没有啊，跟虚跟空啊做了邻居的啊，这是形容，不能再小了啊。我们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啊，原子、电子、粒子啊，是不是佛经讲的微尘，还不一定。啊，那么小的一个微尘，微尘里面有世界呀。啊，世界并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每一粒微尘里头都有世界。有什么世界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华严经所讲的这个大世界啊，在微尘里，每一粒微尘里头都有这个世界，不可思议啊！谁能入了里面去呢？普贤菩萨能入啊，这就不止像通常所讲的芥子那须弥呀，须弥那芥子。啊，那就是这小巫见大巫了，啊，芥子是芥菜籽，啊，芥菜籽我们见过，大概像芝麻那么大的样子，那个里面有须弥山，啊，须弥山很大，啊，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也没有放大，可是须弥山真的就在芥菜籽里头，啊，这个我们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啊，现在佛给我们讲的更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世界在这个微尘里面，微尘比芥菜籽小得太多太多了。芥菜籽肉眼可以看到啊，微尘肉眼看不见了。啊，佛这个说法了很难懂啊，像神话一样。哎，但是现代的科学家，把佛说的这一句话证明了，这个是真难的啊！我们听到之后啊，无量的欢喜啊！在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教授啊，钟茂生居士，他在网络上看到啊，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些研究人员的新发现，他把这一段东西记录下来送给我看。啊，一共有三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啊，这是以往科学家都认为时间空间是不会改变的。现在新发现的时间空间不是真的。他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跟空间等于零。啊，那时间跟空间等于零是个什么样子呢？空间等于零就没有远近。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光速在哪里呢？就在面前，没有距离吧？有距离是有空间的，没有距离。啊，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通通在面前。
时间要等于零呢，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过去无量劫就在眼前，未来无量劫也在眼前。啊，科学家从数学里头推演得到这个结论，但是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啊，能够让这个境界现在我们面前啊，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啊，实际上这某一种条件佛门里头早就具足了啊。什么条件呢？禅定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小禅定啊，这个小的时空没有啊，你比如在地球上啊，中国跟美国这个距离没有了，你能够看到美国人的活动就在眼前啊，小的时间突破了。几个月啊，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啊，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前的事情看就在这里就看到了啊，三个月跟六个月以后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他也看到了。我们家的神通啊，小通啊，他的能力也不过还不超过一年呢 啊那佛的那个禅定功夫啊，能知道无量劫啊！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的，有不少修道的啊，这个学佛的、学道的啊，今天中国人所讲的特异功能啊，真有，这不是假的。啊，距离我们几千里啊，一万里这么样的距离，那个地方发生战争，你在这个地方看得清清楚楚，空间没有了啊。我们晓得那是用什么条件呢？啊，第二个发现，油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宇宙从哪里来？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啊，这个科学家也是在数学里头推论出来的。有是从无中来的，无中生有啊，有还归无，所以空有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发现。在我们佛教徒讲的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呢？我们天天念心经，心经就是讲的这个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吗？不就是讲这个事情吗？我们天天在念，他现在发现了啊，空有确实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讲空，空是讲性，性空啊。讲有，有是讲相啊，相从哪里呢？相性变现出来啊，性相业如，性相不二啊，啊，这大乘经上佛常说的啊。第三个发现呢，宇宙的缘起啊，这个是古今中外多少科学宗教都在探讨啊，宇宙的起源啊，怎么个起源啊？从前说是这是神造的，现在没人相信了啊。现在人相信科学家讲的大爆炸啊，因为在天文望远镜里面发现的这个宇宙不断的在膨胀啊，现在还是在膨胀啊，所以很多人相信呢，宇宙是从爆炸出来的。
啊，那么现在就问了，爆炸，什么东西爆炸的？啊，爆炸一定有个东西爆炸出来啊，就找那个爆炸的点呢、啊，啊，这个点呢被他们算出来了，找是找不到的，啊，他说这个点太小太小了。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也跟诸位报告，小到什么程度？这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切断的头发就是个平面的，啊，好比我们把头发放到这么粗这么大，啊，把这个头发从这里切断，这就是个平面，啊，这个平面，这有个直径，啊。直径上排这个宇宙的原点，排多少个呢？100万亿亿亿，啊，就是一根头发的时候，那个直径啊，排100万亿亿亿个宇宙的原点。那这是给我们说明一桩什么事情？整个宇宙啊。浓缩成为这个，这就是不就佛教讲的微尘吗？微尘里面有世界吗？世界不大，微尘不小吗？不就是说这种事情吗？所以我们听到之后啊，跟《华严经》一对比，哎，通了。然后我就问那个钟教授，是几时爆炸的？他说不出来了。他就说不出来了，几十爆炸了。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真知道，不是假知道。楞严经上讲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什么时候爆炸的？就是现在爆炸。啊，这个。他还是听不懂，然后我就举我们放映机啊，放电影的放映机，那个镜头开关，比喻给他听，他懂了。啊，那个一个爆炸呢，就等于说电影的放映机那个镜头一打开，啊，你看那个底片放在那个荧幕上，那个影像一下就出来了，马上关起来，不就灭掉了吗？啊，就爆炸。第二次打开是第二个点爆炸，所以它是相虚相啊，它不是真的，速度之快，没法子想象。啊，《人王经》上讲的“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这是我说的很多啊。我跟大家讲呢，这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我讲这段经文，经文只有两句，好像我是讲了8个小时。啊，讲这个刹那生命，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西方科学家的报告。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真正懂得《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就明白了。啊，《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无所有"，你就完全明了了。啊，然后你就受用自在了，一切法可以享受。可以受用，可以欣赏，决定不能占有，决定不能有个意识去控制。那你启动了这个念头，你就迷惑了，你就搞六道轮回了。啊，你有苦受了。你真正了解这个思想时候，得大自在。啊，在一切法里头，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起来，我占有它。
没有这个念头，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我的念头没有，无我了。所以这若能转进则同如来啊。你想这样的生活过得是多么幸福啊，真的是究竟圆满的幸福，在什么时候呢？就在当下。谁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的时候，谁就过如来的生活，就在现前。这个地方绝对不亚于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亚于华藏世界。中峰禅师在三十系列里面讲得好啊，此界即西方，西方就是此界。哪里有差别呢？差别都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所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差别。宇宙是一不是二啊，宇宙当中没有大小啊，没有大小，当然你就愿意往生了。一心里有想大小，哎呀，想到香港这么急，西方极乐世界比香港还要急，去干什么？那就错了了。所以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啊。我们今天还有执着还有执着还不能放下，什么原因？了解的没有透彻真正了解透彻了，哪里还要人劝你放下，自然就没有了，连放下了个念头都没有了。所以佛法知难行易呀，这一点都不假了这是当年张家大师跟我讲的52年前的事情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法是知难行易正因为这个原因，世尊示现在这个世界，为我们每一天讲经说法49年知难行转境界，一念之间，一念就成佛了哪里要什么三大圣起界无量劫这个三大圣起无量劫的时候，是对那个转不过境界的人给他说的真正转境界的时候，哪里有距离，时空都没有了这个是事实真相我们读经，常常读经，常常做如是观这个就是宗门里面讲的仪情常常做如是观总有一天豁然大悟，你就入境界了所以参禅仪情很不容易提起来这是夏老常讲的念佛人的信心不容易，信愿提不起来你说的信，你说的愿都不是真的为什么呢？这个世间拉杂事情一现前的话，你的信愿都没有了你的信愿是假的现在你在此地听讲经，如果有个人来通知你，你家里房子失火了，你还要不要听经？赶快就跑掉了，信愿就没有了
那真的有心有愿呢，家里房子失火了，就像没有听到一样，那就叫真的有心有愿。所以经不起考验呐、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这个黄念祖居士在注解里做了一个总结，祝受用，缘聚万德了。他这一句话想讲得好，你所受用的一切，无论用的什么东西，都是圆满具足万德，无欠无余，故曰无不具足。那么我们今天现前所受用的一切物品，具不具足万德呢？还是具足？决定不能说佛菩萨用的毛巾、用的茶杯都具足万德，我们这个就不具足，没这个道理啊。他们具足啊，他们知道，我们具足不知道，就这么一回事情。他们知足知道啊，他能随心所欲起变化。我们不知道就没办法。不知道完全受业力控制，不能随心所欲。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不再受业力，业力就没有了，化解了。所以万事万物能随心所欲。得真正的自在。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再看下面一品，德风花语第二十。风也是圆明具德，所以称之为德风。花语，妙花从空中降下来，经典上常常讲的雨花，这是空中的庄严，空中有花，像华严经讲的杂花庄严，那有没有妨碍呢？没有妨碍，落到地上啊，就没有了，绝对不会染污地面，落下来就没有了，在空中你能看到，非常之美，所以它没有妨碍。那么这个花有色有香，它没有质，也能够随众生的意思，你想看什么样的花，它就变现什么样的花，想要这个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它就自然变成图案，美不胜收。
不可思议。请看经文：其佛故度，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系诸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我们看这一段。这属实的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也是《弥陀经》上所讲的功德庄严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七佛国土就是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切处一切时啊，没与事实，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吃饭啊。那么这事实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思维，去观察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习惯。我们每天吃三餐饭啊，换一句话说，就有早晨、中午、晚上啊，那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一段时间，这个空中自自然然就现于化啊，是讲的，是说这一种事情啊，可见得。它这个羽化了，它不是完全连续的，是间歇的。啊，隔一段时间出现，它有一段长的时间没有。啊，什么时候出现呢？也是随自己的意思。能随人意也。这叫得了。物质能随人意，能随自己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联想到日本江本胜博士的实验，他用水做实验。我们的意思好，善心善意，对这个水，这个水的洁净呢，非常之美。他在这89年的试验当中，看到最美的洁净是什么意思呢？是爱、感谢。每一世不爽啊，所以他这么多年来做了个总结，宇宙的核心就是爱，就是感谢啊，这两个意念，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字，不同表达的方式，但是在水接近里头是同样的美，比任何一个讯息都美啊！所以他认为呀，这个爱跟感谢是宇宙之间的真理，永恒不变啊！这个话我们听听。能接受啊？为什么呢？佛家常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慈悲就是爱呀、啊。方便就是感恩呐、啊，是得了。啊，所以我们能接受。那么再看看其他的宗教，也是这个说法。啊，西方的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啊，实在讲，这三家是同源，这三家所用的经典就是新旧约。啊，犹太教，它偏重在旧约，啊，它不承认新约。啊，天主教新旧约同样重视，基督教只学旧约，它不学新律，学这啊，只学新约，不学旧约。所以这个三家是同源的，那它的根本是什么呢？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确确实实被证明了。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基督的精神，基督的意识就是爱。这个话西方人说的，啊，逐渐逐渐与科学相应，啊，现在西方人讲上帝，他不说上帝是一个人，啊，他也不说基督是耶稣，啊，基督是什么？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基督。那说到底什么叫基督？爱就是基督。啊，每一个人心里头真的有爱啊。啊，在佛法讲就是慈悲。这是性德了，你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不是你学来的。啊，现在你迷了自性，把慈悲把爱舍掉。啊，迷了自信，如果觉悟自信的，这个心得会现前的。既然是心得，一切万物就是自信变现的相分。这相分哪有不具备性德的道理呢？啊，所以谁有爱呀、啊？啊，我们用爱对他呢，他回来的是爱，非常美的接近啊，那爱呀、啊。我们不爱他了，啊，讨厌他了，恨他了，他那个反应非常难看，丑陋。啊，那么这个就是得了，所以万事万物都有性能，都有性德。啊，这个性德跟性能是不生不灭，啊，不是造作的，啊，不是造作的，就是不是有为法，有为法是造作，是有生有灭的。性德是不生不灭，性德不是造作。啊，那我们懂得这一切法里面，啊，都圆满具备德能，那你就要懂得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每一个毛端，
都具足信德信能。如何把这个德能显示出来呢？纯净纯善就显示出来了。为什么呢？净善是自信的本具的功德。我们能够常常念着，常常思维这个，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微尘，你的心得都圆满的显露。你的身跟诸佛如来的身就没有两样吗？记住，一切法从心相生。如果我们的思想违背了心得，那麻烦大了。这就叫造业了。你把心得完全破坏了，就像水一样，你给他不好的这个讯息，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他的反应就很丑陋。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真正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在世间人上我什么都不相信。你能在这里学到了养生之道，最高明的养生之道啊。现在学校里头讲的心理学是最高明的心理学，没有比这个更高了。所以确实入了大乘之后，你才真正晓得这个世间学问不足以为道也。中国古代许多祖师大德，在没有入佛之前，学养都非常好，接触佛法之后，他有很深的感慨，这个世间诸子百家，要跟佛法相比，那相差太远太远了。自自然然呢，他就把它舍弃了。从此之后啊，一心一意来修复，在佛法上得真实受用。那么在今天科技发达，对学佛的人来说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最大的方便呢就是经书。从前经书不容易得到，你要想对补经书啊，你要去手抄，没有印刷了，你去手抄啊。现在印刷术发达，成本很低。在从前那看到一部大藏经，那还得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省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一部半大藏经。真不容易得到啊。那想带一本经书啊，要到这个寺庙里的藏经楼借出来抄藏经楼里面的藏经是不能出门的，就像图书馆一样，不可以借出的，在里面看，在里面抄，天天去抄你才能有一部经书啊。哪里像现在这么简单呢？一般人家里面都可以供奉一套大藏经，这在古时候简直不可思议。
啊，没有人敢想象的。这是带来的方便。可是呢，也有副作用。这副作用是什么呢？增长烦恼啊。科学这个玩意天天在那里诱惑你啊，把你阿赖耶识里面贪嗔痴慢通通给引出来了。科学新花样很多，天天教你胡思乱想，搞得你身心不安呐。所以经典虽然很多，你没有办法起入啊。经典要清净心才能起入。就古时候这个寺院庵堂都建筑在深山里面。人迹罕至，甚至山上跟山下的村庄都不往来啊，这个有道理啊。你下莲居，老居士也常讲。他说：“假如一个人，不管学哪个法门，一门深入，放下万缘，3年不说话，他说一定会开悟。这个深呢，真的到清净，当然外缘关系很大。”现在的外缘很不好啊！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严重的诱惑啊！你能够经得起诱惑啊？古人经不起，现在人就更不必说了。所以，真正修行，真正要想开悟啊，看样子还是老办法啊！到这个深山。找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去住山闭关进修，跟一切世缘通通断绝，也许能成就。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深山里头，真正有高人，这些人不出来。虽然他的功很成就，开不出来。为什么？出来没用处。给你讲，你不会接受，你不会相信。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自然的风徐起。风是自然现象。也具足自信。本有的在那，吹逐罗网，集中宝树，出微妙音。那么这一桩事情呢，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这是佛的。本愿威神在其作用，给大家说法了。除微妙音，演说言是表演，说是言说，说什么呢？说苦空无常无我诸般若蜜，就在这一句当中，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在设法界现身说法度众生，通通包括在其中。苦空无常是小乘，住波罗蜜是大乘。要用现在的话说，从幼稚园到博士班，这一句不就是这个意思？全部都包括在其中啊！黄念祖居士在注解里面注得相当详细啊，可以参考。苦空无常无我，这是四谛法当中啊，苦谛的四相啊。那么，先我们刚刚在讲华严四圣谛。四圣谛有藏通别圆，四圣谛包含一切法啊，《华严经》的经文讲的是无量四谛啊，大乘菩萨所修的啊，四谛每一法。都包括一切法，这一品经是说如来说法。你看他为什么不说别的？讲四谛。那么一般认为四谛是小乘，不知道四谛通一切法。四谛包含一切法，苦空无常，是从果上讲啊。这是世尊。真实智慧，善巧方便啊！对众生说法，从果上说呢，他容易懂。现前的感受，印象很深刻啊！然后再给你说因，你这个苦怎么来的？这你才能听得进去然后进一步告诉你怎样能把这个苦灭除离苦得乐，一步一步来诱导你帮助你破迷开悟，回归到自信。所以佛法到究竟的目标，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是到究竟圆满，真实不虚回归到自性而已诸佛如来已经圆满的回归自信
法身菩萨虽然回归自性的不圆满不究竟啊，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圆满之后并不休息啊，所以是尘缘再来啊，帮助法界虚空界，还有许许多多迷惑颠倒没有回头的众生，帮助他们。这是佛菩萨的事业啊，所以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事情，做种种演说啊，演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啊，演放在前面的，演是做到，做到而后说到，听的人呢就相信。啊，自己没有做到，啊，讲的时候也胆小啊，啊，也吞吞吐吐啊，啊，为什么呢？自己犹疑不决，啊，你怎么能叫别人生信心？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先学者做到，然后再说到。佛如是，菩萨如是，祖师大德们也如是。啊，只有现代人呢，不如是。现代人只学会讲，啊，不愿意讲做到，啊，希望别人做到。失败的因素就在此地。苦空无常这三个名词里面含义非常之深。深广无尽啊。啊，无我，我是主宰的意思，是自在的意思。啊，六道里面的众生，无我，十法界里面的众生也无我。大乘法里面。佛常讲常乐无尽，这个是得了，这是尽得了，是真心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啊，这是信得了，信得里头有常乐无尽，你看呢，乐乐就不苦啊，你觉悟了你就有乐，你迷了就有苦啊，啊，苦跟乐是一不是二啊，只有觉迷不同，它是一桩事情。啊，常，常的反面是无常。迷了真常啊，才有无常啊！啊，常跟无常是一，不是二啊！啊，我跟无我也是一，不是二。迷的时候
我没有了。啊，执着这个身，以为身是我，这是最大的错误，这是根本的错误。佛法修学，无论大乘小乘，头一个破身见。啊，这从这入门呢，真正知道这个身不是我，肯定身不是我，身不是我，这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啊，这个一定要懂，啊，我所就我所有的，啊，像衣服，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啊，这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那什么是我？现在西方有不少人在研究，啊，这半个世纪对于轮回、转世。他们确实做了不少的功夫，啊，用了很多的精力，真是，啊，生死了之后临在呀，啊，我们中国人称为灵魂，现在翻外国的，也把它翻作灵魂，灵魂不灭。啊，人死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啊，身有生灭，灵没有生灭。所以他们就认为着灵是才是我。啊，身不是我，灵是我。这个见解就比我们一般人高明一等了。啊，所以那一些人。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他的人生目的就转变了。啊，你看，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为身是我，人生的目的是贪图身的享受。造无量无边罪业了。啊，不说别的，饮食。贪图饮食，饮食是谁享受呢？舌头享受啊！舌头多大的面积呢？中国人讲三寸啊！啊，三寸下面就没有味道了。啊，天天讲求这个色香色香味的时候，就为三寸舌，为三寸舌造好多罪业呀！不值得了。那外国人对饮食一道的时候，那比中国人好。啊，在饮食文化来讲呢，中国是最进步的。啊，但是我并不喜欢。你看中国人这个宴会吃饭的时候，十几道菜。那这普通宴会都十几道菜。外国人的时候，正式宴会是三道菜，简单呐，干净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学跟外国人学学，啊，不要搞得太多，啊，因为太多的时候决定不健康，啊，这个饮食还是越简单越健康。啊，所以外国人重视营养，我们中国人重视美味，不讲究营养。啊，但是中国古人呢很重视营养，现在中国人不懂得营养，啊，只着重在美味呀，是害人呐，所以奇奇怪怪的病呢都出来了。病从口入嘛，
这些什么都是把身当作我。如果晓得身不是我，我就不应该用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神啊、那么多的精力来伺候这个假东西啊。这个错了啊，应该怎么样？应该提升自己的灵性，这就正确了。菩萨怎么会修成佛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修行成不了佛，成不了菩萨了。啊，菩萨修行成佛，没有别的，就是提高自己的灵性。啊，这外国人讲灵性，我们佛法人讲的是什么？性德。佛在经论上千经万论无数次的重复啊，叫我们远离烦恼习气啊，天天就断烦恼，断一片烦恼，我们的德性就提升一层啊。这个生活的目的跟世间人不一样了，世间人现在生活的目的，头脑追求的是财色名食睡，追求的是五欲六尘，他以这个为目的，这个错了。这些东西纵然你得到，你能享受几天？死了带不去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所以这个要晓得错了。啊，佛给我们讲的带不去的，我们要放下。我们要修什么？修带得去的。啊，带得去的是业，业不要带恶业，要带善业。这是佛对一般人对于佛法不甚理解的啊，一般人啊，这个一般人呢是占大多数啊，纵然是学佛，学佛多年还是执着名闻利养，还是执着自私自利。佛对这样的人说法，就是劝他带善意不带恶意啊！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渡三恶道啊！啊，那么你这一生就算不错了啊！这一生的人生，来生变畜生变恶鬼，那你就错了。大错了，但是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如果学佛功夫得力，佛会劝你带净业，不要带染业。什么是染业？六道是染业，换一句话说，你要把你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超越六道轮回，你这一生没白来。超越六道，六道上面是四圣法界，我们一般讲小乘啊，或者讲二乘，二乘是声闻缘觉啊，这里面包括全教菩萨
没有见性。啊，由此可知，学佛目的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就对了。啊，怎么样提升呢？提升势必要放下。不善的要放下，远无的要放下。啊，佛在一切经论教导我们应当放下的，就要认真放下；教导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学。啊，不是活到老学到老，在佛法里说，生生世世不断在学习啊。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修行成佛，时间太长太长，不是一生能成就，生生世世啊，无量劫的。不断地把自己向上提升，这就对了。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事实，啊，非常麻烦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随业流转啊。啊，你能保住这一生，这一生你觉悟了，学得不错，是在做提升自己的事情。假如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还要搞六道，搞六道要堕落啊。啊，那么到来世，你还能记得？你还能记住在干吗？这个麻烦来了。多少人修得很好啊，有的时候真的不错，生生世世都记着修，真不容易啊。啊，那是什么人？真干的人。你像你们读过慈悲三昧水忏，你看到悟达过师啊，悟达过师在他这一生当中啊，修行的不错啊，做了皇帝的老师，过师啊，不是一世修行啊，一世决定做不到啊，世世世世没有间断，这个还得了啊？你才晓得他真用功啊，他真有决心，真有毅力啊，他不会受诱惑，能够保住十生十世啊，十世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过世的地位。像这些地方我们读了之后都要细心去观察去思维啊，然后你才懂得一个道理，这个世出世间法绝对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多生多世的累积啊。像悟达这个太不容易了，世世不是人生，世世都出家啊，世世都修行，都在提高，好难得了。那么到做了过失了，这犯了错了啊！皇帝供养一个沉香宝座啊，我们讲太师椅啊，啊，太师椅沉香宝是沉香做的啊，沉香诸位就晓得这非常名贵了啊。我们是燃一点点沉香，沉香是现在卖是论两卖的，论钱。
一斤大概新加坡的钱要好几万块钱才一斤，那一个沉香宝柱还得了啊！他接受之后，这个傲慢心生起来了。这业障现前，顺境就怕这，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皇帝的老师，这个天下出家人，那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了，高高在上，这个念头一动，护法神就走了。护法神走了啊，冤亲债主就贴上身了。你看多可怕，得了个人面疮，几乎送了命。迦诺迦尊者救了他，你才晓得因果可怕了。知道因果可怕，你才真正不敢造恶业，不但不敢害人，动物都不能害啊！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啊！我听说前天晚上我们在那讲经，有一位居士被这个灵鬼附身只是。道场常常有这个事情那都是自己功夫不得力了，冤亲债主附身有些灵鬼附身呢，他也是来听经的，其实他不附身也行啊。总是被附身的人跟他过去有过不去的地方，看到你讨厌，找你的麻烦。所以那个灵鬼也是凡夫啊，贪嗔痴慢没断了，贪嗔痴慢要是断了，真的听经听懂得听明白了，他就护持道场，他绝对不会有这些行为。出现这些事情我们了解有人问我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遇到这个事情要给他疏通，要给他开导，要劝导他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既然遇到佛法了，应当好好的修学。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脱离六道，能够往生净土。这个鬼道念佛往生净土的也相当多，不是没有净宗法门在六道里头通通都有。实在讲，连地狱佛都不涉及。你看看。这个一般佛寺里面放焰口焰口是什么意思？就跟我们往年呢，每年过年办温馨晚会一样那就是放焰口啊，请客嘛焰口是请鬼来吃饭是请他们来做客请他们吃饭，再讲经说法给他听那么这就是超度的方式嘛这是一堂课有饮食，有说法也有赞颂这个赞颂呢就是音乐
啊，是我们今天讲有娱乐啊，有娱乐，又有说法啊，又有饮食供养，就是干就这么事情嘛。啊，水陆法会的规模大的，宴客是规模小的。啊，这个都是佛教导我们的，跟一切众生结缘。啊，跟一切众生呢，要懂得四摄法，啊，摄受一切众生，啊，劝导他觉悟，回头求生净土。啊，这对鬼，那对人呢？那我们就搞温馨晚宴了，对人呐，那是一个意思。所以也在请客啊，也有说法啊，我们请些宾客上台讲演，就是说法了啊。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规划啊，因为上台讲演呢，有些讲的都不是佛法了啊，如果讲演的时候通通都是佛法的时候，那跟方言可没两样 啊。那么也有歌舞表演啊，歌舞表演的时候也要表演佛法教学的内容，演一些因果报应的这些故事啊，编成短剧，能够起很深刻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古代，教育不发达啊，没有学校啊，都是私塾。私塾一定还得要有富有的人家才能够请得起老师啊，请老师在家里教这个子弟甚至亲戚朋友啊，这些小孩们啊，就办一个私人的小学校啊，通常学生二三十个人，超过三十个人很少啊，以十几个人最多啊，这很小规模啊。国家的学校一个县只有一个叫县学啊，真正讲现在讲大学，大学是国子监，国家只有一所，教育不发达啊。那么中国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会这么善良呢？为什么会这么懂礼呀？啊，懂得人情世故呢？这什么道理？有另外一个教育方法，那是演戏呀。所以中国过去的戏剧是教育啊，年节地方上一定请这个戏班来演戏啊，祭祀啊，祭祀祖先，拜神啊，这个神庙里面演戏，都是教育。所以这个乡下一般人民啊，懂得伦理道德，都是从这里学来的。所以中国昆曲、京戏、地方戏剧，它的内容不外乎忠孝节义啊，表演的里头都是伦理道德，都是讲的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一年大概能够看个十几场戏，他就在那里学东西，所以靠这个教育。大人看懂了，教小孩。所以，中国的娱乐不是纯粹娱乐，是有教育意义在里头。寓教于乐，他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人把这些演出都称为文艺表演。那么中国自古以来文艺表演的标准，就是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讲的“思无邪”。无论是戏剧、歌舞、音乐。以这个为标准，思无邪。现在人家已经不再相信孔老夫子了，所以现在是唯恐你的思想不邪。你看看所有的电影、电视，都是在诱导你，希望你更邪。邪都不能再邪，还要邪，那有什么法子呢？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我们今天在生活上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因在哪里？要知道吧。所以我们如果在现在社会要过一个平静的生活，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要懂得这些诱惑。我们远离他虽然在诱惑我，不看他了所以家里面现在这个家里也有小孩你也不能叫他不看最好怎么样，不要看电视现在还有一些正面好的教育性质的这些光碟、录像带，在家里放这些这是正面的经过自己审查的，这样好这个一般电视顶多是新闻，其实新闻现在都不能看。还是不知道的好是啊，每一天天下太平，每天天下都没有事，还是这个好。报纸不能看，杂志不能看，广播电视通通都不能看，所以像这个家庭里面娱乐的东西。自己可以选择再选择是这个伦理道德是比较少但是介绍这个历史地理的东西这个科学常识的很多这种你可以看看那么像这些这个一般书店里面都有这些光碟来买那么像这个电视连续剧可以选择这个中国古装的像我上一次在书展里面看到这个《三国演义》甚至像这个《西游记》这个雍正皇帝的那都很好，都很有教育意义在里头这些东西在家里可以看取代这些电视，这个电视是决定有害。那个就是毒病毒天天看了，慢慢就中毒了，麻烦就大了。
这中毒，这到一定程度是回不了头来，那个严重性非常可怕。所以这是学佛同学应当要留意到的。那么佛教的殿台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还只有这一家啊，台湾陈彩琼居士搞的这个卫星电视台啊，华藏，那专门播我们的讲经的节目啊，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啊，这个电台里头也没有广告啊，也没有其他的夹杂的东西啊，好像每一天是有5个节目，就是5部经同时播啊，它的时间不相同啊，你想听哪一部经呢？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都可以听到，但是新加坡受限制啊，接收这个卫星呢要装一个天线啊，这个中国大陆叫锅，这个天线它里叫锅，叫大锅小锅，是吧？形状像个锅的是，就是要装一个圆形的这个天线啊。那么这个在新加坡是限制的啊，不能够随便装的，中国也限制。前天我遇到这个印尼一些同学请我吃饭啊，那边讲经的人很少，我就问他印尼有没有限制，怎么有限制，没有限制太好了啊，装一个这样的天线把它定位啊，这个定位就是它不能收别的啊。我在澳洲，我们净宗学院啊，装了2个大的天线啊，那很大的啊，装2个定位的，收不到别的这个频道，只收这一个频道。这个我们很放心啊，打开就听讲经啊。那么将来我们也考虑到呢，能够再掺杂一些其他的这个节目啊，但是在外面呢买的这些光碟呢，几乎都是有版权啊，有版权那这就没有法子流通了，我们必须自己要制作啊。像这个上一次啊，前几年制作的《了凡四训》啊，这是马来西亚同学们做的。啊，做的是2片，好像是。啊，中国大陆做的呢是6片，啊，有6片，比较内容比较多一点。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播放。就是现在呢，正在做这个于静义玉造神记，啊，这都很好。我是鼓励他们，把中国这些伦理道德用这个连续剧的方法来表达啊，那这我们自己造作的这个东西啊，完全没有版权啊，可以欢迎别人拷贝啊，欢迎别人播放啊，在这上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做。那么这些呢，通通都属于诸波罗蜜啊。波罗蜜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究竟圆满啊，就是这个意思。要是从文字上来翻呢啊，它的意思是到彼岸啊，到彼岸就是我们中国大陆上俗话所讲的道家啊，道家是功夫到家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波罗蜜就是功夫到家了，它可以应用在一切诸法上啊。你比如炒菜，你这个炒菜功夫到家了，一流了，那就叫波罗蜜了。
这个画画啊，画的功夫到家了，这也是波罗蜜。波罗蜜就是第一了，第一的就这个意思。这个写字书法的时候，写得好的时候，那也就是功夫到家。所以一切事出世间法里面，你哪一样有特殊的能力，都称之为波罗蜜。所以这个波罗蜜前面加个住我们今天要帮助自己，要帮助家人，家人里面特别要帮助儿童，要给他圣贤的教育，小孩能够听经，能够念佛，那是善根非常深厚。这个小孩要好好照顾，为什么呢？可能是将来的救世主这真的是不是假的我们有全心全力保护他，照顾他，来培养他，善根难得了，不容易那么在中国最近也发现不少小朋友，我看到小朋友写的信一年级小朋友写的，他学了《弟子规》，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感谢老师，说从前在家里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长辈现在学了这个，懂得了，知道了，难得了，这个话一年级学生写出来的很能够感动人。那么由此可知，善根不是没有不是不多没有人去启发了如果疏忽，我们不好好的不留意来诱导他，他就被社会染污。那叫真正可惜那是我们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不能怪儿女不孝你没有好好的教他，没有好好的去养育他好好的教，我相信确确实实有许许多多的人才是昨天前天我听到这边同学们告诉我，新加坡的这个教育这个理念呢要改变方向了，这是个好消息就是过去新加坡的教育都重视在技术能力学生上学着重在分数，拼命念书，会念书不会做人现在改变方向的时候要以做人为第一个目标这个分数不再重视，这个改革好这个改革非常非常的难得确确实实，因为现在这些科学家们不是不聪明的，真聪明的，不会做人科学上的东西它很内行，人事上的东西它很外行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遗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
往往处不好啊，夫妻不和，常常离婚。啊，这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他不懂啊。他虽然读到硕士、博士，啊，这个事业上都还不错，但是家不想家，处事待人接物他非常外行，人与人之间没有人情啊，没有恩义啊。不懂得什么叫孝养，什么叫尊敬，他不懂得。啊，所以这个是人文啊道德教育的彻底失败。啊，新加坡政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啊，不失于领导的贤明，啊，这是值得赞叹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